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商业套装软体》第七讲次的播出。我是陈世颖老师，在我旁边的是郭维轩郭老师，我们欢迎郭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见。今天的课程内容，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在今天课程里面，我为各位介绍的是第七讲第四章图文整合。在前一个讲次的课程里面，我为各位同学介绍了表格的版面配置、表格的选取、删除还有插入的操作，以及如何合并分割储存格，还有表格栏宽列高的调整，以及储存格内容对齐的方式。在这一讲次的课程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单元，就是图文整合。整个图文整合的单元目标包括了第一个，如何插入图片还有线上图片，以及如何插入图案，还有如何插入 SMART 图形，以及如何插入图表，还有如何在文件里面建立方程式，以及如何使用图形文物件的操作，还有设定文绕图的格式。在这一讲的课程里面，我们首先为各位同学介绍如何插入图片或是线上图片，还有如何插入图案。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图片。所谓图片呢，就是照片、影片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插入索引标签里面的图例群组里面的图片选项加入我们的图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图例的一个群组标签，在群组标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图片的这个功能按钮，点选图片功能按钮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影像库的这个选项，点选影像库的这个选项，我们就可以叫出影像库的一个视窗，从影像库的视窗里面，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去选择我们要的照片。那么按下底下的插入之后呢，就可以把图片加入到我们的文件里面。这就是图片的加入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我们加入图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视窗的上方看到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一定要先把滑鼠点选到图片之后呢，才会出现这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从这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我们在选取图片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图片的周围会出现方点或是圆点。那这个方点跟圆点的目的呢，就是用于调整图片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在画面右边所看到的这一个图片，那么在我们点选这张图片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下左右四个区域总共有八个圆点或方点，那么上面呢还有一个旋转控点，就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旋转图片的。那么点选之后呢，也会出现这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从这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呢，我们就可以设定里面图片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格式，包括大小或是说色彩、颜色等等这些图片的相关内容。那么在这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包括了调整图片样式、协助工具、排列还有大小这些群组，同学们都可以试试看这些群组里面的功能按钮它的效果。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这个调整的功能群组。那么调整功能群组，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就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校正的功能，那么校正的功能可以提高或降低图片的亮度或是对比，点选之后呢，就可以有这个选取校正功能的效果。那么再来呢，就是色彩，色彩按钮可以选择色彩的饱和度或是色调，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点选图片之后，再点选这个色彩这个按钮，就可以调整这个色彩的饱和度跟色调。那么再来呢，就是美术的效果，点选美术效果呢，就可以用把照片用麦克笔或是铅笔、玻璃等等效果套用到我们所选取的图片里面，就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那再来就是重设图片，按下这重设图片的按钮呢，就可以还原成原来图片的格式，重新让我们去做其他的一个格式设定。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图片格式里面大小功能群组的使用方式。大小功能这个群组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按钮，第一个就是裁剪。裁剪这个按钮呢，可以裁剪图片。比如说点选图片之后呢，按下这个裁剪按钮，我们就可以在图片方区域里面看到一些功能的一个格式。那么点选这些位置之后呢，就可以调整去做裁剪大小的操作。
那接下来呢，就是旋转的按钮。点选这个旋转的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旋转这个图片。这边的旋转的按钮呢，基本上就是向右、向左90度为单位去做水平或垂直的翻转。首先，我们来看看裁剪这个按钮。当我们点选这个裁剪按钮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在图片的周围有一些黑色的一个出现，那代表说点选这个按钮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裁剪的一个目的。那么像我们假设把右上角的这一个按钮点选之后呢，去做上下左右的一个拖曳，就可以调整图片的大小。比如说我们往左下调，就可以把这一张图片的一个大小呢，裁剪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比较小的一张图片，这就是裁剪的效果。那么另外就是旋转的按钮哦，旋转的按钮刚刚我们看过了，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左右旋转90度进行垂直或水平的翻转图片的一个目的。所以点选图片之后，再点选这一个旋转的按钮，就可以进行这一个旋转的一个操作。好，譬如说我们点选这张图片之后呢，再按下旋转的按钮，让它向左转90度，那么就可以转成这张图片的一个结果。再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图案。那么在 Word 里面所谓的图案呢，就是一些几何图形，譬如说直线或是矩形、圆形、三角形等等这些图案。那我们要加入图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插入的索引标签里面图例群组的图案功能选项进入。当我们进入这个图案的功能选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加入直线、矩形、圆形等等绘图工具。在右边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绘图的图案的加入的按钮，点选图案的按钮之后呢，就可以在底下看到我们下拉式选单。那么在这个下拉式选单里面呢，就可以选择我们所要的一个图形，譬如说我们选择了三角形，我们就可以在文件里面呢，去拉出一个三角形大小的区域，把三角形加到我们的文件里面。再来我们来看看，加入图案之后呢，就出现了图形格式的索引标签，跟刚刚的一个图片格式的索引标签一样，我们也是必须先点选图案之后呢，在图案的周围就会出现方点或圆点，那当然也是用于调整图片的大小。那么点选之后呢，就会出现图形格式的索引标签，那这个地方就是图形格式索引标签的一个内容，包括了插入图案、图案样式、文字艺术师样式、文字协助工具、排列还有大小等等这些功能群组。点选适当的功能群组之后呢，就可以使用里面的按钮去把我们所要的图案调整成我们所想要的格式。那如果我们插入一个图案之后呢，我们还可以使用图形格式索引标签里面插入图案的功能群组，里面一样有一个图案的一个功能按钮，在这个按钮里面呢，一样可以再加入其他的直线或矩形等等其他图案。那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图案样式的功能群组的话，我们就可以设定图案的一个格式，包括填满、外框或是效果等等。比如说假设我们加入了一个矩形，在这个矩形里面就有包括了矩形的里面的颜色，还有矩形的外框的颜色还有粗细，以及一些填满色彩等等效果哦，所以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图案样式的一个功能群组来进行这些格式的设定。好，假设我们现在呢要加入一条直线，那我们呢加入直线之后呢，就可以设定图案的外框。所谓图案的外框呢，就是图案的粗细或是样式等等。我们可以从图案群组里面加入一个直线之后，那么点选这一个我们所要的直线。那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图案样式这个群组里面的图案外框这个选项里面呢，去选择我们所加入直线的这一个粗细、虚线还有箭号等等。好，也就是说我们加入直线之后呢，可以去调整它的粗细，也可以设定它是虚线。那么在直线的两端，我们也可以设定它箭号的一个样式。再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加入矩形。加入矩形之后呢，我们一样可以设定它的外框，还有呢可以加入这个图案的填满色彩。那使用的方式就是点选图案之后呢，找到矩形的这个选项，插入一个矩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矩形里面去设定矩形的图案的填满色彩，还有呢图案的外框，还有呢图案的这个外框的粗细等等。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一个格式设定来完成我们所要的一个矩形的样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的就是图案样式的格式设定，除了从刚刚的功能群组里面的功能按钮完成之外，我们可以从图案样式右侧一个对话按钮，点选这个对话按钮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设定图形格式的一个视窗。从这个图形格式视窗里面，我们一样可以设定图形的填满色彩还有线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图形的填满色彩的方式，我们可以使用实心填满，然后呢去设定里面的色彩，就可以完成填满色彩的操作。那如果我们想使用的是更改这个图片的外框或是线条的样式，我们就点选线条的这个栏位，那么在下拉式的一个区域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要的设定，包括了实心的线条或是线条的颜色、线条的粗细以及箭号的类型等等，都可以从这个设定图形格式的视窗完成。这就是在图形图案样式右边的对话方块里面所叫出来的一个设定图形格式的一个视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加入特殊的图案。所谓加入特殊的图案，譬如说我们可以加入一个笑脸或是一个大型的方向键等等这些特殊的图案。那加入的方式呢，一样从图案这一个群组里面去选择我们要的快取图案。那么在加入图案之后，在图案的上方按下滑鼠右键，就可以出现一个快选的功能表。在这个快选的功能表里面，我们就可以选择新增文字。那么新增文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些特殊图案的上方去加入我们要的文字。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加入一个笑脸之后，在笑脸的上方按下右键，就可以看到新增文字的选项。点选新增文字这个选项之后呢，就可以在图案上方去加入我们所要的文字。比如说我们加入笑脸图案，那么在一个笑脸图案上方就有笑脸图案这四个字。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除了特殊图案可以新增文字之外，我们加入的圆形、矩形、三角形等等这些几何图形一样可以在这上方去新增文字，来加入我们所要的内容。那么再来呢，是我们的操作示范一。在操作示范一里面，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在文件里面加入一些图片，并且呢去操作如何选取、移动、旋转还有删除我们的图案。那么操作重点在于如何加入图片，那加入图片之后如何进行选取、删除还有移动、旋转的操作。那么请郭一轩郭老师来为我们进行操作示范一的说明，我们欢迎郭一轩郭老师。好，那我们谢谢陈老师的说明。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操作示范一的部分。好，我们操作示范一呢，我们想要插入一张图片，然后并对图片做选取、移动、旋转、删除的效果。好，首先呢，我们可以在上方这有个插入的工具列，好，我们点选它。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叫图例的，里面呢就有一张叫做图片的选项。好，这图片呢我们就把它点选下去，有没有看到它就会问你的插入图片的来源是要哪一种呢？好，你可以从您的电脑或者是它内建的影像库，或者是从网路上去抓取图片。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从影像库里面去抓取我们的图片哦。好，我们点选之后呢，好，它就会去载入影像库里面的图片。好，各位同学可以看到，它预设的图片已经非常的多元了，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它上面也非常多的主题，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图示，或是人像、纸板，或是贴图等等。那我们这里呢？也可以，我们就针对来图示来做选取。那各位同学，你看这图示里面呢，你可以点选这颗苹果，你看到它就会打勾，打勾就是说你已经选取成功了哦。有没有看到它这里就会出现插入一，一就表示你选了一张图片。那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多张图片，那比如说我们再选一张小宝小 baby 的图片，好，它就会出现二。好，我们再选一张眼睛的图片，好，它就出现三。好，那我们就一次可以按插入，有没有看到我们选的图片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文件里面？
好，那现在我们要如何对我们的图片去做一些效果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对它做移动的效果，那移动呢，其实你只要去滑鼠，如果比如说我们要点移动这个小宝宝的图片，那我们去点选这个小宝宝，好，点选之后呢，您的滑鼠按住，不要放开哦，然后再去做拖曳的动作，你们看到小宝宝就被拖到后面来了，好，这个呢可以去做移动。那移动之前，你要记得先做选取哦。好，选取就是点到你的图片，就是做选取。选取完之后，你再去做拖曳。好，那记住要滑鼠要放住，不可以放开哦。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想对这颗苹果去做一个旋转的效果，好，那旋转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一个，好，它其实就是旋转的意思。好，您可以压住，然后去做，直接做旋转。好，看你到转到哪个方向，它就跟你到哪个方向。好，好，那如果你觉得你转的方向好像都没有办法很完整，那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个图形格式的排列，里面就有一个旋转的选项。好，那我们来点选一下，你会看到它就问你说，你可以向右转90度。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画面中的苹果有没有就跟着旋转了呢？所以大家可以用些这些效果来试试看，让你的图片做旋转。好，那我们就选择向左旋转90度。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图片就向左旋转了？好，这样就可以避免呢，因为如果是您自己手动操作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转到最正确的角度。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想去删除一张图片的话呢，要怎么处理呢？比如说我们想删除这一张图片，中间这一张，那我们一样必须对图片做选取，然后呢，我们可以按滑鼠右键，最上方有一个叫剪下的按钮，好，我们点选下去，图片就消失了。那我们也可以利用键盘的方式，好，我们先复原。好，我们怎么用键盘呢？我们一样点选我们要消失的图片，然后键盘有一个 Delete 键，按下去。好，我们的图片呢就会消失了。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操作示范一的部分。那我们请陈老师继续为大家做课程说明。好，我们谢谢郭老师。接下来是我们的操作示范二。在操作示范二里面，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在文件里面加入直线还有箭号，那么颜色分别设定为黄色以及蓝色，那么粗细呢为5点，那么同时呢箭号呢我们设定为圆点的样式。那么操作重点在于如何加入直线以及如何设定箭号。一样，我们请郭一轩郭老师来为我们进行操作示范的说明。我们欢迎郭老师。好，我们谢谢陈老师的说明。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操作示范二的部分。好，我们操作示范二呢，我们想要加入一条直线跟一个箭号直线。好，我们一样找到我们上方有一个插入功能列，好，那我们点选下去。好，然后呢我们又看到我们的图例里面有一个叫做图案的选项。好，那去点选我们的图案。那各位同学们看到您最近使用的图案就会列在最上方，然后接下来就会有线条、矩形、基本图案、箭号图案，以及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图案，它都会先帮你显示出来哦。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想要用的是直线。好，我们先选第一个线条，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直线。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画面之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呢，我们按住滑鼠左键不放，然后去做拖曳。各位同学们看到我们的直线就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的是箭号直线，那一样回到我们的插入图例图案，我们线条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箭号直线，一样去点选，
然后在画面中去按拖曳，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两条线就出来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对上方这条直线设定为黄色。好，那我们就先去选取上面这一条直线，然后到上方这个图形格式的图案样式里面的图案外框，好，去做点选。有没有看到这边就已经有很多色彩了？那我们就选择黄色。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好，我们选一个比较黄明显的黄色。好，那我们的这个箭头呢，我们是想要蓝色，那一样到我们的图案外框去选取一个蓝色。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设定线条的粗细是 5PT。 好，那我们一样去选取。好，那我们的格式一样，然后到我们的图案外框下面有个粗细，如果这里没有我们要的 5PT 呢，我们可以选其他线条，有个宽度我们把它改成5。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好，就改成 5PT 咯。那我们一样，这个也改成 5PT。 好，那我们的文字效果就做出来咯。好，那另外我们还想对我们的箭号改为圆点样式。好，我们点选之后一样到我们图形格式图案外框，这有个虚线，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就会出现一个圆点，点选之后它的圆点样式就出现了。好，那以上是我们的课程说明，接下来请陈老师继续为大家做课程说明。好，我们谢谢郭一轩郭老师。接下来是我们操作示范三，在操作示范三里面，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加入矩形还有圆形的图案，颜色呢分别设定为橙色还有棕色，那框线的粗细一样是设定成5点的大小，那么同时我们希望框线的样式呢设定为虚线。那么操作重点在于如何加入矩形还有圆形，还有如何设定填满的颜色以及框线的样式。我们一样谢谢郭老师来为我们进行操作示范的说明，我们欢迎郭老师。好，我们谢谢陈老师的说明。那各位同学来看一下我们的操作示范三的部分。好，我们想要加入矩形和圆形，一样在我们的插入功能列点选，然后我们这里呢一样到我们的图案里面去找出我们的要的图形矩形。那矩形就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的一样的方式，然后到我们的图案去找到圆形。好，圆形就出现了。那我们的颜色呢，我们想要设为矩形将设为橙色，我们点选之后呢，我们呢就在填满颜色这里，图案填满这里呢，去选择橙色的效果。那我们的圆形呢，一样的方式点选之后，到图案填满这里呢，去选择我们棕色。好，好，那我们的颜色就设定完成了。那我们的框线粗细呢，一样想设成 5PT。那这边呢，如果大家其实可以到这里图案样式这里去点选右下方这个箭头，这里呢也是可以直接去做设定的哦。我们看到我们的画面中就变成 5PT 的线条了，你也可以直接去按旁边的箭头上下，只是可能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如果可以手动输入的话效果会比较快哦。
那我们的框线样式想设为虚线，好，我们就把我们的框线一样，好，其实呢，它这边呢也是可以直接去设虚线类型的，也是一样，就直接在这里虚线类型设为虚线。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示范三就完成了。接下来请陈世颖陈导师继续为大家做后续的课程说明。好，我们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是操作示范四。在操作示范四里面，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在文件里面插入一个笑脸的图案，并且输入文字。那么操作重点在于如何加入笑脸的图案，以及如何在图案中新增文字。我们继续请郭逸轩郭老师来为我们进行操作示范的说明。我们欢迎郭老师。好，那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操作示范四的部分。好，操作示范四呢，我们想要插入一个笑脸的图案，那一样到我们上方的插入。好，那一样到我们的图例里面去找到我们的图案，然后点选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基本图案里面去找到一个笑脸。好，其实您如果不知道图案是什么图形的话，你可以把滑鼠去移到图案上面，那不要去做点选，只是单纯的移过去，它其实就会出现图案的名字哦。好，那我们就去选择我们的笑脸。好，那到我们的文件中去做拖曳。好，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笑脸就出现了？那我们因为想要新增文字，那这笑脸如果太深的话，颜色太深，可能会看不到文字效果，所以我们可以去先去改变它的图案填满，我们去改变一下它的深度、浅度。好，让它笑脸看起来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去增加文字，我们按下右键，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叫新增文字？好，点选下去之后呢，好，大家就会看到笑脸的中间呢可以去做文字的新增。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去打字。好，然后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常用这里去做字体的设定，我们选择打个台中，能看到我们的台中就会出现哦。然后你可以去做文字的颜色编辑的一些效果，这些呢都会有一些文字效果可以使用的哦。好，那各位同学，我们请陈老师继续为大家做课程说明。在今天课程里面，我们为各位同学介绍了如何在文章里面加入图片以及图案。那么在下一个讲师的课程里面，我们将为各位同学介绍如何加入 Smart Art 图形，如何插入图表，以及如何建立方程式，还有如何设定图形物件的操作，以及设定文绕图的格式。这次非常谢谢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